Good morning， 今天我的儿子就尝试给老师带他去上学，所以我就拍下来，就看看他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哭到那么厉害。希望不会啊。怎么你不要我？啊？我爱你。你每次早上都讲不爱我。我要你。怎么？没有讲。多少这个你发的啊？我爱你。给我。就是这么重回带去的。我要你。为什么你不要我？嗨。嗨。嗨。你宝贝，你不要哭下去的。唱歌，哪个朋友呢？真的这么可怜吗？贴车载你吗？Okay, 大家都看到了啊，都是一样哭得非常厉害。其实今次我们让老师带他去上学是要为了尝试一个新的方法啦，看他有没有比较好一点。因为我们想到可能他在车里面看到其他的同学，这样他的心情会比较放松一点。看到这样都是蛮心痛的。OK， 他每次都是这样哭着去上学，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解决方法。换学校又不是，不换也不是，因为帮他换一个学校的时候，他又要重新适应一个学校，这个时间是非常的困难的。因为他在学校里面也认识了一些朋友，然后老师也知道他的个性是怎样，如果又换的话又要重新来过，所以我和姨姨都是蛮困难啊。不过没关系啦，就这样尝试咯。 OK， 等一下我们再看我儿子放学怎样啊，希望不会又要骂我啦。现在会排队了啦，我的摆楼。Hello。 OK 啊。For when you enter the junction, I want to turn a stop ready. Oh, why ah? School for all, then start cry for all. Oh. Okay, ready ah. 明天不要哭啊。Okay. 老师讲。Okay 啊，明天不要哭啊。哇。Thank you. 哇，你跟老师 give me five， 嘿。嗯。明天不要哭啊。老师带你好不好？不要。你刚才跟老师讲不要哭。就跑啊。哎哎，我叫，我叫拍你，啊，我要拍你，怎么你拍我？今天怎样？你有没有哭包？有没有哭包？啊！哎，老师在你有哭包是不是？你做嘛？你怕、啊？有没有讲过姐姐？可以姐姐。做嘛？你放学这样开心呢？在谁拍？啊，放学开心是不是？是。放学好啊。好。OK， 明天老师带你读书啊，你不要哭包了啊，得不得？OK 啊，你要我带还是老师带？我妈咪带。妈咪带啊，你不要哭包啊。OK， 得不得？得。得不得？OK 啊，得啊。讲那，你不要骗我啊。姐姐骗你，什么？姐姐骗我？你不可以骗我。我姐姐骗你说接啥事？你不可以骗我，不可以骗我，不可以，一点点也是不可以。老师下午上课了来。老师叫你唱课了来啊。老师下午唱两只老虎。两只老虎啊？怎样唱？老师下午上手一盖。啊？手一盖。哦，佛铃铛啊。嗯。你会唱啊？会。哇，你这么厉害啊。我厉害。OK 啊，明天妈咪载你啊。佛一个跑下去的。明天不要提车载啊。你不要提车载啊，我载你啊。OK 啊。我要妈咪把皮拆。OK， 你不要哭跑了啊。得不得？得不得？OK 啊，嗯，拜拜，讲。拜拜。你先跟果果姐姐讲，不要哭跑了。哥哥姐姐不要哭吧呀。OK， 拜拜。拜。